我正式比赛日，而家去紧比赛啦，然后佢哋开始有少少紧张嘅感觉啊，唔知等阵会赛成点啦。好，啱啱比完赛啦，坐翻隔篱嗰个仁兄先。比完赛之后咩感受？见到咗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嘅影片，我就觉得好新奇咯。同埋有一啲 idea， 我觉得都几好嘅。例如我头先有同朋友倾过嗰个可乐樽嗰个 idea， 我觉得几唔错，同埋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咯。我觉得。我自己有冇机会攞奖啊？系想攞奖嘅，系想攞奖嘅。同埋我觉得我事前有做到好充足嘅准备，都觉得系有少少机会嘅。攞咩 level 啊？我想攞最高 grade， 最高 grade， 但系我唔得，唔一但系就系想咯，但系其实攞唔到都唔紧要嘅感觉咯，就系、是、我付出晒我所，我尽咗一百分嘅努力咁样，我攞到啲咩成果，其实我都觉得系值嘅。我坐翻你一条 team 先，啱啱比完赛啦，而家咩感受啊？一身轻松嘅感觉，跟住我上个见到好多好嘅，都有好多好嘅作品咯，即系可以都学习到好多嘢咯。即系啲故事性啊，嗰啲都扩阔咗眼界。我见一早打工做人物专访打工打得几好嘅都。系咯，就好好都几突出咯，即系有种纪录片嘅感觉，即系平时电视先见到嗰啲咯。你觉得自己有冇机会攞奖啊？同埋攞咩奖啊？奖咧应该系有嘅，我都比较有信心，但系咩奖我就真系唔知咯。有金銀銅咯，唔係安慰獎，唔係冇獎嘅。你覺得自己會有咩咧好咧？我覺得真係唔知喎。我覺得金銀銅同埋安慰獎。你想要邊個？咁我梗係想要金獎。唔係仲有超級大獎。超級大獎，不超級大獎我覺得冇乜機會啦。咁我想要金獎嘅，希望有啦。